这个菩萨算是他的本事已经有了，你看内在的六度已经完全落实在每一个心念每一个这个境界当中，最后他还有一招，就是十法界所有众生有什么问题，他都有办法进行调教，就具足了一切的方便。他不会再想你活在这世界上要创立某一种学说有意义，有些人以为啊，你要把思想哲学创造出来流芳百世，让社会上的人都能用就有意义。七地的菩萨他认为的意义，就是在你生命所及之处，任何人任何事，你都有对当时当机的这个人的有用，这个方法才是真正有意义的，所以它叫方便。佛经里面经常讲菩提心为根本，这个方便为究竟，就用方便的方法是最究竟的方法。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固执某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，会置众生生死于不顾，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存在，特别是战争，战争是以正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众生，所以佛教是从来不主张战争，所有的战争彼此都是以正义的名义的，然后以正义的名义来践踏生命。你看看西方很多国家打仗，很多宗教战争、民族战争，都是以正义甚至以上帝的名义胜战，杀害生灵，这种行为实则是愚痴的行为。所以具足方便的人，就是前提是让一切众生得到升华，不让有众生受伤害，以这样的标准采取的方便才是符合佛法的要求。所以菩萨到了第七这个远行地以后啊，六波罗蜜内智具足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有了，有了这个登地以后的这种心性妙用啊，他对于肉眼法眼天眼慧眼佛眼都具足，五眼六通都有，而且能够观察法界当中的一切现象，所以叫净真如寂。那到这个份上，他自己会觉得可以了，跟佛差不多了。前面我们讲过，这个七地位的菩萨他自己觉得可以了，就不需要老师指导了。
实际上前面到这里呀，每一个步骤都有老师指导的，没有指导你进不去。比如说你修初地的人，欢喜地，他一高兴认为布施是生命中唯一有意义的事情，他就讲生生世世就这么布施下去了。那这个时候菩萨就告诉他了，布施固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你持戒遵守规则你会更高。哦，他想原来这样的，那么心中没有污垢，没有能施所施，离垢地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在没有在持戒的这个过程中，他又觉得只有持戒是有意义的，又停在那里了。那么他的师父还会告诉他，你如果再往前走还有发观地等着你呢。发观地是自心的忍辱力量到了极限，那么你的这个智慧能否在利益他人上面所到之处都产生呢？在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中间没有间断呢？所以修精进又成为烟会地的菩萨境界。修了这个精进以后啊，他又可能停下来认为，哦，我一直精进下去那就是修行了。那么这里呢，到了一定的量，就是他的后心圆满了，那菩萨又会告诉他，你把动静都看作是静，就是禅定，一切动态呀、啊、都不能干扰你，一切同意都不能干扰你，不能到你这里，这是你的真正的安定啊、哦！他就修，就开始修这个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修这个现前地，就是随时都能见性，都能明心，证得真如本体，证得心性的圆满。就在这个份上，你光看圆满不够吗？还要看差别，看差别就找到方便了，所以你就有办法去对付众生的烦恼。这是方便具足，到了方便具足的时候，那么再学什么呢？没什么好学了，向外学习的，向佛菩萨老师善知识学习的，到了极限了。就到这个时候他停在那里，那最后一次佛还要教他，他要是不听善知识的话，他会永远停留在远行地这里，就是不停的以方便度众生这种感觉。那么佛就告诉他，你曾经发的愿，按照你的愿力来成就你的世界，这才圆满的。这句话要到了第七地远行地接受起来呀、啊，他会自己突然就有进步了。因为前面所修的一切到远行地都还没有真正的做足，换句话说都是在佛的世界里，在其他佛的世界里生活着，或者你在极乐世界，或者在娑婆世界，或者在哪个世界，你所依赖的是佛菩萨的智慧来对照自己努力实践，然后达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整个依靠还是佛法，整个依靠前面的都是佛法。所以到了第七地佛这么一指点你，你从内心当中把自己的愿再翻出来，你这个愿啊，就成就了你与众不同的独立的净土。所以十方诸佛佛佛都有净土，极乐世界有极乐净土，东方有药师佛净土，我们大家现在在这里共同学习，以后到了第七地以上，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搞一块净土。你的净土的庄严程度
就看你现在发的愿有多大。当然也不急于现在就发，因为现在还是个凡夫。我们发了这个菩提心想成佛以后，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一直到七地菩萨以前，我们会不停的调整。你会说，我的世界里面不要有是非，不要有善恶。后来想想呢，有是非有善恶也没关系，因为有是非有善恶也是清净庄严的。我们的世界里面不能有六道轮回，想想有六道也不错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有鸟也有树啊，那鸟也是六道众生嘛，阿弥陀佛都有，那我们想想还是庄严一下好，鸟就鸟吧，鸟过来也是庄严的。你的愿会不停地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，你构造的那个净土完全是自己修行过程中独立的个性。你看看差别相这么多，通过修行以后，你的净土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得到落实？七地菩萨以后你的净土得到落实了。但在七地菩萨以前，我们就做好了成就自己净土的必备条件。我们现在是用我执无明烦恼构造的这么一个世界，所以充满了生灭爱恨轮回痛苦。如果我们转过来，把我们的自身的材料转变为一个清净庄严智慧慈悲觉悟啊，用这些材料去做，你做的嘛肯定是净土。你用几根茅草堆起来的肯定是茅草房，你用金银首饰打起来的那就是金银这个宝座。你有丰富的艺术眼光，你做的事情就会有艺术的事情。你的思想观念知识学问都很低俗的，那你也只能做一点低俗的事情。人嘛，站得高就看得远一点，狗嘛，站得矮它就看得近一点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修行？以烦恼构造的一个世界，我们需要改过来，把这个材质转换成一个用慈悲和智慧构造的一个净土。所以到了第七地的菩萨呢，他最后一次听佛教导，以前我们给大家讲过，不要以为自己懂了一点点佛法就不需要善知识了。当然善知识并不是说你天天跑在他前面换来换去，而是你心中有方向，有书本，有佛菩萨的智慧。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，你就知道不停的有人来指导你怎么往前走，自己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，你就直接往前走，那不需要有一个人在那里叫你。但有圣言量佛经作为依据，我们走起来心里就很踏实。所以七地菩萨以后才真正回归到向自己学习这句话上。我们讲三归一啊，自归于佛，自归于法，自归于僧。当然前面也是自归，向自己学习，比如说你回光返照，看自己的心性是无所得的，无造作的，你不停地去感受，也是向自己的内心学习。但是这个内心学习是佛菩萨教你这样做的，还是向佛菩萨学习？佛菩萨教我们要向内心，那我们就向内心。到了第七地以后呢，后心是满心了，他以为停在这里就算了，已经有方便，已经有智慧了吗？那佛就告诉你，你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就是你以前发了什么愿呢？这么一点拨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佛想让我找到了我原来立的誓愿，成就我的净土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大愿
前面的那段叙述，就法藏比丘在那个正觉华化身如来是吧，在这个佛前面发的这个愿，他需要经过自身的观想，然后再去参考其他佛的净土，参考完其他佛的净土，再经历了很多劫的修行，然后才成就了极乐世界。这就是说，佛当时法藏比丘其实已经到了七地菩萨的位置，有七地菩萨以上的位置，我们才开始采购材料。就像我们要想盖房子，首先我们赚钱，让自己具足盖房子的能力，然后有一天你找这个设计师，或者你找一个懂行的人说啊，我该怎么办，那人家告诉你，你应该盖房子了，应该怎么盖呢？那么你自己怎么想的，你就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，然后你就开始去购买材料。这个材料就是以自己的愿力作为主要的材料，所以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，就构建了极乐净土。药师佛也有12大愿，也构建了药师净土。所有的佛的净土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构建的。我以前有个同学，出家人，他写了一本这个愿，他说是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，我发了208条大愿，然后把那个愿拿给我看，哇，这个很精进，这个人特别精进，我很佩服他。一步倒当坐在那里，有时候跑到那个房子外面树下去坐。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，喜欢修苦行，有一次背上扎开给我看，整个背烫了多少个香疤你知道吗？烫了480个香疤，烫了一个佛字，一个万字，哇，整个背烫的几乎烫光了。这样的人，他发愿发得很大，然后把那个愿给我看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蛮感动的。他反正他的愿都超过阿弥陀佛的愿的，每一条都很厉害。有人听到他的名字不用念就能成佛，要听到他的名字就能成佛，还有这样的愿。哎呀，我觉得以后他要是真有这个净土不得了。那这个愿发起来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我们是同修嘛，后来呢他听说他不在庙里住了，干嘛呢？做生意去了，雕佛像了。我在中国佛学院上学的时候，他还跑去看我，结果他把出家的衣服都交给我了，他说我这衣服都交给你了，我现在穿西装了。但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回事，穿了西装去做佛像去了，好像也没有成家，就去干活赚钱去了。但后来我就再也没联系了，怪怪的有点。所以凡夫发的愿呢，有愿无形，叫做虚愿，就是有这个愿没有六度来填的，没有形的这个愿。这个有形无愿，有这个六度希望自己能成就，但是你愿力不大，这叫虚愿，就你所做的都没有目的，乱做叫虚愿。那么有愿无形呢，叫狂愿，很狂妄，发的愿比佛还大，但做起来呢比凡夫还不如，那叫狂妄自大。所以要以愿海深广的愿海，需要行商来填满，行为你的福德，你的定慧就像高山一样
一点一点的积累，把这个怨海才能填满。所以在七地以前发的愿呢，不算数的，就是你打了一个妄想，但这个愿呢，有些是可以实现的，有些是不能实现的。那你到底能不能实现，要按法界的规律。我们宇宙人生有真理，有因缘果报，有这个真理在这里说明的。你要是违背了真理，你这个愿不算数。听到你的名字就解脱，我估计比较难的。但听到你的名字就能升起福德，升起善根，依此善根再努力修行，然后最后能解脱，这个也有可能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愿要发大一点，但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发的总愿，别愿我们都不发。总愿就是四条四弘誓愿，它是原则性的，就是十方诸佛都有总愿，总愿都是一样的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四句话呢都能做到的，而且最终的结果都一定能做到，就这叫总愿。我们有了这个总愿，然后分愿就是你别愿，就个别自己内心不供其他人的，像四十八大愿就所谓别愿。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经历，到最后第七远行地的菩萨，到那个时候再去努力把别愿拿来完成。所以第七不动地啊，这个远行地啊是一个关键的地方。再往前走就是不动地了，就是远行地的后心，佛给他一讲，你把自己的愿发一发，成就你自己的净土吧。就好像家长哈，这个孩子长大了要分出去，分家分出去，自己自立门户一样。我们修行修到最后不再依靠佛了，而依靠自己了。但你这个孩子还没长大，你让他分出去，他被狼吃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要养，养到一定的程度，他有能力了，你就给他分出去。到了远行地的人，他有能力了，那么佛就告诉他，你可以你的愿望去成就你的净土了。这么一讲呢，他就可以独立的个性彰显出来。所以佛经里面讲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成佛以后境界完全一样，但是佛的这个净土又是千差万别。你看境界完全一样，他的净土却是千差万别。这里面有很不可思议的，就是个性和共性都同时得到了最圆满的彰显。现在人不是喜欢找个性吗？太找个性了，你缺乏共性，这个个性是没有价值的，人家会觉得你是怪物。所有的个性如果大家都有共同性存在，你的个性越张扬，那么你的共性也需要越广泛的共性来认识它。你很有能力，这个能力是你独特的，你最有特色的一点，但是大家都不喜欢你，这个能力就没用了。所以你的个性一定是建立在共性上，大家都认可你，那你这个个性厉害了。所以不动地的菩萨，他先找到了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净土是不动，以后再也不会动了。前面的还是有动的，前面动的原因是前面他只是听佛说的，佛告诉我怎么做怎么做，我们就去做，每一样都实现了。到了这个远行地以后呢，不用听佛的了，佛说你自己去做吧，好，你自己来主张了，不需要再动了。在前面都是替别人打工的，到第八不动地自己做老板了，不动了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你有了佛菩萨的能力，
你要成就自己的净土。所以大家看经文，一心一真如心，名不动地。你看，就是一个真如心。当然，这个真和如，真实不动啊，就真实不虚，如如不动，所以叫不动地。他所修啊，这里面其实讲的不够详细哈，就他所修的，就是你前面的所有的愿的总结。七地以前所发所有的愿，你的个性能否在贡献当中彰显出来？这个个性你找到了，所以称为不动地。再进一步呢，叫善慧地，你的这个愿哎发生效果了。你看前面我们都是依自己的如法的修行得到修行啊，得到改善的。但到了这个不动地以后呢，后心，你把自己的愿拿出来试一试看，还蛮灵的。怎么蛮灵的呢？就像阿弥陀佛，他发了48大愿，他到了这个不动地以后，后心，他发现他一讲这个十方众生只要自心信愿乃至10念即得往生，那人家听到了这句话以后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给他介绍了，说那个地方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他发了这个话，你看你们都有缘的，你们试试看，你们能不能相信去呢？哎，有人就相信了，人家相信了就念了一念了，真去了，哎，得到实现了，就自己打工，自己都做老板，收到了第一单了，哎，有效果了，你的愿产生效果了。本来法界的法是无尽的，但因为你的个性给众生带来实际的好处了，这个才算是善慧地。所以发真如用你善慧地，就真如的心啊，就你那个共性，在共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愿心心愿，这种心愿呢产生作用了，这叫发真如用。这个智慧就不得了，我们平常也会有这个愿，也会有作用的，但是我们的作用啊是不可靠的。有些人我也很感恩，有些居士呢，他一看我这个感冒了马上就发愿，我愿意替师父受苦啊，师父就不要病了，就让我病，结果他就病了，我就好了。然后好了我还骂他，我说你也没本事，你苦苦什么？还是我来苦好，我不让你苦了。我现在你替我苦，以后我还得替你苦，是不是？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内心很虔诚，愿意替众生受苦，替父母受苦，替兄弟姐妹受苦，你还真能替得上。因为你心很专注的时候，很诚心的时候，能派得上用场的。但是这个不可靠，因为你那个诚心的分量有时候会动摇的。你今天心情好的时候，你是100%就替他受苦了；明天心情一不好，那就1%替他受苦，99%不愿意了，不可靠的。所以这个愿作用是有作用，但我们凡夫是不可靠、不稳定。那么到了不动地以后的菩萨，他是可靠的。所以为什么你要听佛的话？不要听一般人的话，一般的人告诉你啊这样好那样好，就像这个我们说皈依三宝以后不能去求神，不能去问卦，这个神他很快的有时候能保佑你的，他今天保佑你，明天保佑你，后天你稍微做的不对了，他不高兴了，他不保佑你了。哎，头两次呢小事情他保佑你了，第三件事情最关键的时候他不保佑你，你不是完蛋了？这求你求他，比如说求他今天不要下雨，我要出门，好了，那不下雨了，你出门了。哎，今天乘车路很顺利，他顺利了，乘车到码头上要上马上这个船也顺利的上去了，结果上了船以后大风大浪来了，他不保佑你了，好了，你完蛋了。他很容易这样的，就我们
因为鬼神啊，基本上如果属于上神的话，他是懂得因果的，但有些是有福的鬼道众生，他没有智慧，他有能力但是没智慧，他瞎帮忙，帮倒忙有时候，哎，你没有德行，没有基础，结果他保佑你升官发财，升官发财，升升升得太高了，官也高了，财也多了，好了，你乱来了，咔嚓一下完蛋了，没有智慧呀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佛经里面都告诉我们，以智慧、以定力、以德行作为你的一切福报的基础，这才可靠的。所以我们所发的这种愿呢，升起了作用。佛菩萨发的那个愿，我们按照佛菩萨的愿去要求去做，我们就有受益，它是千古不易的，因为它已经到了不动地以上的菩萨。所以最好我们是听佛的话，那是万无一失。佛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说，我念你们念佛求往生可以往生的，你就念佛求往生。哎，如果这个是一个人，他说我修行很好，但他修行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，他说我是什么人什么人呢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佛经里面有没有验证说某某时候会有某某人他就是佛，没有这样的。那他说自己是活佛啦，是活菩萨啦，是活神仙啦，哎，他自己说了算，你听他一下子，可能他先很专注，你求他两下也有，保佑一下也有的，有时候就不是他保佑的，是佛菩萨在保佑，或者说你的善心在感应的，他没有能力保佑你，结果呢你一听以为哦这也挺灵的，好了，你再求他求他，到最后不灵了，那就遭殃了。我出家在那个小庙里面，人家那个猪不吃东西了，躺在那里好几天不吃东西发抖，那居士跑过来就叫我念大悲咒给他，大悲咒水，我就念了大悲咒水，他回去撒一撒，这个猪就吃东西了。他还着急在那里求，求什么呢？求南无大昭师菩萨赶紧保佑我的猪好起来。后来他说师父啊，你真灵呢，我念你的名字这个猪就好起来了。我说你神经病呢，你怎么可以念我呢？让你念观音菩萨你念我干什么？你看凡夫他是这么傻的。所以听佛的话，他是不动地以后的菩萨才可靠的，不会动摇。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愿，药师佛这个愿，他是向十方法界发的，他的这个愿是在十方法界当中有效的。我们的愿呢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有效的，可能你出了房间可能就没效了，你是高兴的时候有效的，你不高兴就没效了，是不是？你不高兴你就不愿意帮别人忙了嘛。佛菩萨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你要看到佛菩萨有这个愿，我们去求佛菩萨保佑我的这个心态，你求谁，你要首先要看他有没有能力帮助你。哎，在社会上也是一样的，你求一个求十个那没能力帮助你的人，你给他磕破头也没用的，你就再行贿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搭进去也没用的，他帮不上忙啊。他要有能力帮你的忙的人，还愿意帮你的忙的，好了，你一次性就搞定了啊。这就是发真如的作用，就不动的心发起了愿，产生了善法智慧，叫善慧地。第十，佛特别叫来一句阿难，这个地方啊，佛讲到这里呢，这叫阿难，世诸菩萨从此以往修习毕功，功德圆满，以目此地名修习地，修习位。慈音妙云覆涅槃海，名法源地。
你看这个位置，佛在这个位置上啊，又特别的强调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修的十波罗蜜最后一个叫智慧分别，智慧分别就是他的愿产生了作用以后，在他的净土里面，他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净土跟十方诸佛净土的这个共同点和差别，这个差别要很清楚，就我发的愿是不是跟诸佛的愿都一样的，一定会找到它不同的地方。而且呢，这个佛跟阿难说啊，说四诸菩萨，就这些菩萨呢，到这个份上，从此以往，就从这个上会地以后，这法缘地以后，从此以往修习毕功，他所修所习已经毕业了，他功夫已经到家了。就你的愿在佛菩萨那里已经通过了，在十方法界的众生那里也已经通过了，总统投票大家全票通过了，上会地就相当于产生的作用，在十法界当中你的愿在每一个众生都能通过了，这才叫修习毕功，功德圆满啊！这句话我们常讲的，就是功是你的修行内在的功夫，德是由于功夫而彰显出来的外在的德行，功是从自己而言，德是从他而言，就是别人能够受用了，这叫德。你有没有德，就别人在你这里能不能占上一点便宜，别人能从你这里得到好处了，你算有德的，别人在你这里一点好处都沾不上，一毛不拔，那你这就没有德。其实所以德是指在十方法界的众生份上已经得到最圆满的展现，内心世界也是圆满的展现，这叫功德圆满。那么以目此地啊，名修习地，这句话呢是别有用意，因为如果按照见道、修道、正道，我们不拿前面的三贤来说，就拿十地，初地菩萨是见道，二地到七地是修道，第八不动地就是正道了。那为什么到第九地、第十地了，还说目此地名修习地？这是概括十地以前的所有的这个修正位置，七地以前是修道位，修，所以叫修位，修道的位置。八地、九地是习位，习什么？把自己的愿重新拿出来温习。所以修习这两个字啊是不同的。孔老夫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啊，学就是修学，哎，一开始学习，那后来呢要习之，再重复的把你学来的东西拿出来用。那么第八不动地跟第九的上会地，就是把你前面所发的这个愿又重新拿出来温习，重新拿出来落实在十法界的众生份上，所以叫习啊，所以称为修习地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第十法缘地当中，由于以自己的愿力跟其他佛菩萨的、其他诸佛的这个愿力不同，就是个性的这个愿不同，他很清楚分出来了。那么这种差别相能不能在十方法界众生、十方法界的诸佛和众生都能接受、都能受益？就在法缘地啊，
要给他得到一个真实的证明，就是慈音妙云覆涅盘海。这个云是代表他内在的慈悲和智慧，慈悲是一种愿力，就你愿意替众生受苦，这个愿就能够给众生做披荫，不会在热闹的世界上感受到痛苦。那有个人在打坐用功的时候，他观察到六道轮回的苦啊，他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就是像在蚂蚁在热锅上爬的蚂蚁一样，有没有感觉？如果你感受到轮回，我们对自己的身心一点都不了解，每天都在被烦恼痛苦纠缠着，不能解放，那个心其实就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凡夫所有的烦恼都叫热恼，所以需要佛菩萨的慈悲来给我们做披荫啊，叫慈荫妙云，以这个云作为他慈悲普覆一切的形容，普盖的啊，普遍的覆盖在一切众生份上，所以叫普覆。覆涅槃海，就把整个涅槃大海覆盖住了，就包括苦海，因为苦海也是苦海，也是涅槃海。苦海是相，涅槃海是体。苦海和涅槃海，生死和涅槃是不二的。所以这个慈悲和智慧，把涅槃和生死不二的这个状态全部都覆盖住了，他的心量啊能力。所以法云地叫做说法如云不语，法云啊，说法就像云一样，有云过来了，那就会下雨。这个雨下去，五种植物都能得到滋润，就所有的植物，五种是小草、中草，这个小树、中树、大树、小药草、中药草，都能得到比喻覆盖。就是因为这个佛讲佛说法如法语滋润众生，你的善根比较浅，就是一根草一张叶子，你就得到一张叶子那么小的雨水，如果你是一棵大树，那就大树那么多，得到了雨水的滋润。大树比较大嘛，它需要的雨水就多，所以你善根浅的人再浅，你只要一听法你也能受用，再深的人你也受用不完。佛法就是这样好处啊，你没有智慧的人你一听你总是有点好处的，你只要听法，只要听就没问题，听懂听不懂慢慢来，只要听了就种善根了。然后你不管是智慧多高深，你说我不喜欢听法，这样的人肯定是没有大受用的人。七地菩萨他尚且要听善知识指导，何况是凡夫。所以听法一定是有好处的，这叫说法如云不语，以分别心，这厚德的分别心能分别一切众生的善根，然后给予不同的调教，这就法云地的菩萨了。所以到这里呢，就是功德圆满，叫十地菩萨他功德圆满，自身的受用、自身的修习已经到位了，随愿度一切众生。
再接下来呢，是如来逆流，如是菩萨顺行而至，觉寂入交，名为等觉。等觉，等觉从位置上讲是去佛一等，叫做等觉，就是离佛还差一等，差一个位置，最后一品无明没破，没到达极致。用这个比喻呢，就是如来逆流，因为佛他证得了最圆满的境界以后，佛好像两艘船哈，佛那艘船呢是逆着这个流，逆着圣人的流，干嘛呢？要到凡夫的世界去度众生，所以叫逆流。因为佛菩萨这些都已经是顺流，顺圣人之流了，菩萨乘势而上，乘势而上。或者如果从那个顺流来说，就是顺流而下，菩萨是顺流到了不动地，就顺着流就下去了。这个佛呢，他要逆流而上。什么比喻呢？就是如果在大海当中，这个涨潮了啊，然后这个菩萨呢，他是要从那个茫茫的苦海开始回家，一直靠一直靠就靠岸了，马上到家了。这个佛呢要去度众生，他要出海去了，好，正在快到岸的地方，两个碰到了，所以叫如来逆流啊，如是菩萨呢顺行而至，一个是顺过来的，一个是逆过去的，两个正好交叉碰到了，这个时候呢叫觉寂入交，正好在交叉啊，这艘船子过来，这艘过去，交叉了，交叉这里侧面看过去是一样的，我们讲一样样的，菩萨等觉菩萨跟佛是一样的，觉入交际。那么觉入交际，他跟佛差一点，差在哪里？就是佛已经靠在岸上，再去往众生的份上走。那么妙觉的菩萨就是佛，妙觉的菩萨跟众生是完全成片的，等觉菩萨呢，他跟众生还不够完全成片。你看前面的次第讲下来，我们就知道他有愿，他要度众生，他要慈云普覆一切，都是跟众生分开的，离众生越来越远，就是离这个苦海啊越来越远，一个是往外走的。那么如果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等觉菩萨该怎么办呢？他看到这个佛已经过来了，觉入交际，佛船头往海里面开的，等觉船头往外开的，他一看到佛是这样子，你说你会怎么办？赶紧掉头，这就对了，最后一念就赶紧掉头。所以等觉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叫重玄三昧嘛，重新要重新回来干嘛呢？十法界一切众生的身心感受他要重新的玄一遍，过百营，看看这些众生受苦到底怎么受的，受什么样的苦，有多少苦可以受，他要深彻法界原底，只是掉一个头就可以了。这最后所以说去佛一等啊，一个船头靠这边，一个船头靠那边，碰到了，他一看那是佛，我还是跟佛还不一样，我是往外找的，船头也在这里，所以从位置上看两个是一模一样的，等觉跟妙觉他内证的境界是一模一样的，方向不一样，佛就回归到众生的心中了，这叫妙觉。所以最后啊，我们看妙觉，佛又叫了一句阿难，这两个位置很重要哈，所以佛呢他多叫两句，说阿难，从刚会
从肝会心至等觉已，视觉始获金刚心中，出肝会地。如是重重当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。什么意思啊？说阿难啊，从最初刚会地这个心，就是凡夫心，对佛法也受用了，到最后等觉啊，这么长的位置，视觉始获金刚心中，出刚会地，就是前面这种种的修行啊，都是最初的智慧。这个觉就是针对最后妙觉来说，你前面的觉全部都是基础，因为方向不同，所以都成为基础了。就是说你自己修行和利他，自己修行从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一直学到底，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，你再学，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将来的利他，所以这个学习都称为最初的智慧，因为方向是往上走的。到了妙觉呢，掉头回过头来了，这是你真实的智慧了。所以它的前面是刚会地，那么如是重重啊，就前面重重无尽。当复十二，当复十二是哪？当复十二呢，就是刚会地、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。实回向后面是什么？暖、顶、人是第一，然后实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十二个。这十二个呢，当就是刚会地是当的，暖、顶、人是第一是当的，等觉、妙觉是当的。那么复呢，是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这是复的。复是重叠在一起的，就实性位有十个它只讲性，实住有十个只讲住，这样子呢。那么这个刚会地或者暖位，暖只是一个它也当一个位，所以叫重重，如是重重，从一开始到最后当复十二，方尽妙觉。这前面到最后全部都明白了，我出去的时候一路找，找到等觉，回过头来从等觉又能回到凡夫，这叫当复重重无尽啊，成就妙觉无上，成无上道。这就是大乘佛法所讲的修道次第。我们讲楞严经的这个第七第八卷讲的是正道，就是指这些内容。后面呢我们看总结，要总结这段话啊，大家看经文351页第一行，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生欲，奢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正渐次深入。阿难，如是皆以三真禁故，尚能成就55位真菩提路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这是把修正的内容啊总结一下，说是种种地啊，这种种修行的位次都是以金刚观察，金刚观察就是智慧的眼光，不动的眼光去观察，以般若智慧去观察如幻的十种生欲。十种我们讲十种，十性、十住、十回向、十波罗蜜，在这个
涅槃经，这个般若经里面有讲十种波罗蜜的比喻，就是初地菩萨要观这个如幻光，如幻，二地如化，三地如阳焰，四地如空谷回声，五地如镜，六地如影，还有如梦，还有如云，还有如电，十种如幻三昧。那么《金刚经》讲的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这是六种。所以有个居士叫六如居士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玄奘大师翻译的《金刚经》是九种比喻，如梦幻电云，如阳焰，如这些。那么《般若经》里面讲的是十种，这十种如幻呢，都是配套十波罗蜜来修的。所以我们前面修这个四十位的位次啊，每一个位次都把十波罗蜜加进去给大家讲。那么生育就是这个比喻啊，都是比什么呢？就是奢摩他和毗婆舍那，关键其实就这两个。奢摩他就是指，毗婆舍那就是光。要么你修定力，要么修智慧。定力就是各种状态当中身心稳定，慧力就各种状态当中去观照。所以定慧等持，止观并运，这两者始终是佛法的核心啊，修止观。这个不懂得止观的人，他学佛法很难受用。比如说你想修定，修念佛，你念着念着觉得心乱，心乱实际上你是观照的力量强起来了，你念头来你都看到了啊，你观上得意。那么心乱呢，说明你定力不够，还同时可以看到。所以定慧两个始终要平等，如鸟双翼。那这个鸟一个翅膀高一个翅膀低，可能就摔跤了，你要给它平衡起来。定也要定下来，定下来呢不要死掉，还要能够明明了了，能够观察得到。观察的时候心又不要乱，不要乱观察，很明白，但是心又不动，就始终以定慧二途。所以渐次深入，就以前面五个位次逐渐的深入。说阿难啊，如是以三增进故啊，三增进就是前面讲的三种基础，尚能成就啊，吾是以五位真菩提路，这是真菩提路啊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呢是照妖镜，后面我们会讲五十种阴魔，就是你明白了心性的真正修正的路线以后，那些讲一些神通啊，讲一些怪异啊，讲一些感受啊，讲一些什么光啊，这些那全部都是外道。说难听一点啊、哦，说彻底一点就是外道，因为那些都是有相的。楞严经是告诉我们，你在有相的当下要看到它的本体，看到它的本性，所有的相都回归到性上，那你才没问题啊，才能够淡尽凡情，不做圣解，不受各种假象的迷惑啊。这是真菩提路。说做事观则名为正观，如果你能这样去观察、去了解、去学习，那是正观。若他观则，就是如果不符合佛所找的这条道路，那名为邪观。这个大家把《楞严经》前面的见道啊、修道好好看一看呢，我们自然会树立正确的观念。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善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